好多手指啊。我们带鱼子酱分三等份来分享。第一等份的话，就是拿旁边的贝壳汤匙，然后捞一些鱼子酱，然后放在我们虎口上面，让它回到人体最接近人体的那个温度，然后再去做原味的补，大概5到10秒左右。对，然后再来是搭配生牛肉手卷，对，然后也是捞一点起来放在生牛肉上面，那就是小片的先往上卷，然后大片再包就可以了。最后的话是搭配我们瑞士的烟熏鲑鱼巴黎，那一样也是就是做原味的品尝之后，再去跟鱼子酱还有旁边的希腊西红柿做搭配。那先从这个和牛握寿司开始，然后就是有一口这样，它吃起来会有像有点像海伦一路口直化的感觉。然后再来就是第二层这个，第二层呢，它有用甜虾跟鲑鱼软，还有鹿尾的酱，可以先都试吃一下，然后再混合起来在一起吃。然后第三种就是有这个牛肉片，牛肉片会用上他们特殊的酱料，有一点辣辣的感觉，然后都可以跟旁边的昆布的粉一起食用。冬瓜，还有什么秋葵做成的红汤。那第一道帮您烧烤的是我们的肉圈牛舌，我们是使用舌的舌根后面最软的部位，一只牛大概只有150公克左右的量，累在是2份的量，那是一个比较稀有的部位，那因为比较少运动到的部分，也会比较软嫩一点。很油，但不会腻哦。因为这个油脂比较丰富，然后也比较大片一点。现在搭配的米是我们山形县的美吉米，来，你可以先吃一点点，就是它的原味，它有非常丰富的米香，以及口感比较饱满一点，跟台湾的米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。先确认一下熟度的部分。我就是吃不下。
配一些水果，它有葡萄柚跟芒果，有一些薄荷放进去，吃起来口感是。